8:49啊。对啊，我们闹钟是上学用的闹钟。用不着了。今天天气真的差很多。嘿啊，我就说幸好他们有滑，不然就会觉得我们在骗人。哪要推？不是很好滑吗？这样。你先去缆车那边啊，我的话可能要拉过去啊。太下面了，你要走过去。你走得到吧？先进去啊！啊，你是一起坐啊？我说你先过 gate 啊。这样反而对不准，对得准吗？我想说坐在两个条条中间，结果还是在这个位啊。不对，他是被人家负担的，他是四个人的位置。是啊，我说这个条条不是应该是两个座位中间吗？对啊。啊，所以我想说我坐在条条上，哦，你说对裤裆。好，我知道。原来它不是用来隔人的，是用来隔脚胶的。不是啊，隔人呐、啊。隔人自己的脚胶，我本来想象成只有三个那个条条。它不是让你对准裤裆的。是啊。是三角形还是对准裤裆？对啊，对啊。我要说的就是这个，我以为三角形是只有三个。我是现在那个帽子有点拉太低。帽子戳在我的眼睛上，嗯，目前为止，我的眼睛被弄低了。目前为止，我没有插电，待会到上面再插。嗯，可以。我有拍吗？有啊，3:47，满电。哇，今天风景漂亮哦。人家就是来看风景的，你不要再念。啊，昨天一没风景，二动不了。一直睡着，两只睡着，睡着，睡着，气死我了。有什么好气的？因为我就可以说。我想要来，我一直跟你吵着我要去儿子。不，我抱怨的是名过其实的这种感觉。不过现在照这个波度看，我觉得好了，我错怪他了，是太粉，我是粉雪怂，自己怂。然后就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是啊，但是志贺高原最粉的时候，不是最粉的时候，雪很深的时候，我们也没卡成这样啊。点点，我的脸又要冻僵了。是哦，我只有额头一点点。是我觉得跟风向有关系，风如果刚好从我那个洞过，我就很热。我看。是这一个吗？是啊。我说。所以就是平平的走过去。对啊，是我说。
方便。嗯，唯一小缺点就是人多的时候，可能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，就是换票排队的人多。但是我觉得今天的人就这么多而已了。就是就我的估算，你今天遇到的人，应该说礼拜一之后遇到的人不会比今天多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几乎都坐满了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也要滑过去坐。哎，那也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排，好像结果是一样的。好，你要跟他们讲一声说我们要上他们饭店接的缆车。先不用，我们先上去然后拍个照。你看前面有一点小雾雾，就是风吹那个粉粉跑出来的状况。戴帽子今天好耶，对，衣服压到现在就变成一个正常的练习波了，不用推，你看那个人可以滑得很快。热身啊，热身波，呜呼，错怪他。前面啊，这里这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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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昨天就有点动不了，那上缆车也要退啊。那个啾啾声，啾啾啾啾。这里也有条路，你看那边左上方有人这样滑过来的。真好，压过了不起。好。你说啥？你说你昨天就下了这里吗？下去啊，因为我看不见了，刚下去。你是说滑下去吧？就是滑，然后突然断叉，然后就掉下去。嗯，好，你插电。我刚想到一件事要做，但是我现在又忘记了。我要做什么？羊蹄山。奇怪，啊？拍了，你挡在我前面，你滑下来不就好了？我先帮你拍。好啊。你后退不了。你姿势很漂亮的。反正逆光，反正也不用看脸，什么都好。我太急了吧？都好啊，随便你啊。换我。
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亮度不是你这样看不见，你也不知道拍的怎么样。嗯。没有人。在旁边是不让电话。你不要管有没有人啊。再过来一点。好，我会挡到他吗？没有，你就等人滑走就好了。我说我会挡到山吗？完全不会。哦，好了。好了。感觉拍得乱乱的。是哦，为什么不帮我拍好？因为我不能移动，我要把这个帐弄着才可以移动，因为它卡在我前面。那相机还我啊。我动不了。不是很弱，我现在棒棒在这嘛。而且我也忘了我刚刚想做什么事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可以动了。然后我照片。没关系啊，坐到上面再拍。我们现在先冲去坐好了，这里还没有那么高。本来就看不到脸。这里还好，因为左边又有线又那个，我们赶快上去坐车。然后我再想一想，我到底想要做什么事。我有帮他拍啊。然后我那个掉了，然后就回来。因为大家都在上面推啊，所以下面不用排队。还有就是，大部分人都是礼拜六出发，所以今天就是最多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礼拜天哦。对，就今天、明天啊，礼拜一就少一些些嘛。
很好，真好。好滑哎、欸！完了，你可以不要再骂他了吗？嗯，今天的那个，欸、我眼镜还是有一点点。今天的绿线才是真绿线，昨天的绿线是推推线。好，不要再念了，有够杂的，一直念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。你承不承认你很杂的？嗯，就乐趣啊。乐趣，我听着很那个啊。哎。我本来的打算就是今天就是一直滑这里，所以现在可以不用了吗？啊？所以今天还是一直滑这里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去花园还是要爬。上得了山吗？你说什么？上得了山吗？哎、欸，我没看今天开到多高哎、欸，其实一下台就知道了，一下来如果正对面正前方那一个再往山上的有开的话，左上角它那个雾雾的，然后我又去用那边看东风，我觉得不舒服。嗯，我检查我的视角，眼镜推高一点，我的全部都 OK。真的焦啊，你的视角应该很好吧？它树干型啊，应该要很好。嗯，现在的唯一小小问题就是那个饮料卡在我的腰上，不过也没有很卡，好像有点按摩的效果。欸，它的形状刚好跟两个球差不多。帮他练柱状，但也不能压脊椎 啊，球就是不能压脊椎啊。对啊，所以他感觉压了左右，下腰屁股那边。我觉得，哎、欸，那个内侧那种，它雪道旁就长这样。它雪道旁的树就长里面还有树叶的那种。那一般雪场的雪道旁长的是这种光秃秃的叶子掉光的这种。对啊。嗯，对了，我昨天没注意到，远远的地方有。嗯。圣诞是我们连圣诞节的那个。不要说圣日本圣诞节到底有没有放假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因为不是农家，他们只会过的。他们只会买炸鸡而已。老师，我老师也说炸鸡不一定买不到。他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老师说他也不知道。有很多人推测是肯德基先推的，就跟台湾人也不大清楚烤肉这件事、啊。要吃蛋糕，中秋节要吃烤肉。中秋烤肉是那个，后来说是那个万家香吗？对啊，烤肉酱，因为广告过做得够厉害，大家就觉得那个假日就是要做那件事。对啊，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行销、嗯。我觉得你看这个缆车站，它在有开的状况下，一下车，它滑右边，会很卡。右边有一个算小黑。黑的吧，它有算线吗？但是这里已经那个了，反正这个缆车站没开，这个也是吧？你看这个，嗯，这到底是合法还是不合法？合法吧？你看这有插棒棒，而且这里有雪，哎、欸，未必合法。举个例子来说，那个新野绿色那个看起来很陡啊，它、啊、哪里？左边这段会很陡，还是我们那里就是要从这里下来？我没有要从这里下来，不是吗？不是，哦，不是啊。不过上面有个人站在那，那是人吧？是啊，两个人不知道。一个在树后面，可行，但比较撑不住的在树后面，是不是？有撑不住吗？不知道。你这么远就可以判断他撑不住？感觉比较撑不住的，因为感觉一定是下面那个比较厉害在等他、啊。是啊、哦。对啊，这就是觉得你看觉得很恐怖，但是其实我们应该也滑过这种。嗯。他就是跟我以前不是很像吗？会一路出去看吗？他就跟我以前一样，可能走到会怕都不敢转弯呢、啊。我真的是在白马，那个八方雾出来，往下来、欸。所以他是在等，然后就往下去了。他就这样下了，就是你看很弯，然后
身体很往前攻，裤子比较厉害，身体往前攻，就这样下，就这样下。红裤子比较厉害啊。嗯，他是等吗？不是吧？可是他们不是伙伴。不知道，他是休息够了吧？其实会滑归会滑，但是这样很耗体力。他身体往上仰。这个就是会一直往前冲的那种，跟我们以前一样。也还好啊。要等到他停下来。横冲，然后一段就觉得休息一下。其实，在心理状况有准备好，心理上有准备好的状况下，一直维持着不快。他还是屁股在做啊，跟我的姿势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就是要练。哎，还是他的脚是弯的那种，他那种鞋子啊，你说他可以折吗？可以折的话，他应该会更轻松。应该没有吧？因为我看他咬。哎，你看有小动物的脚。确实，这里是有。哎，不，这不是小动物，我说错了。是一个石头，一个石头。没有，那个是小动物。有的是小动物，有的是鬼。小动物的那个就是这个是石头，这个是石头，这个就雪块。对。好，我看有没有。现在看有没有正式的像的。好像都是啊，他们都是学霸。他们这样子就觉得很高兴了，这样就觉得很高兴。你看，一直冲过去，这个很深的啊，对，很深的，这应该不是合法路线。这里有开啊，我说左边这条线有放开啊，封起来啦，这条线有放开啊。哦，对，可以。然后这算是个 gate 吗？你看那个牌子。踩两车就够很厉害啦，可以拉很高。嗯，不过速度慢慢的。砰砰砰！一跳我就紧张，紧张就会滑倒，紧张就会用力，脚又很酸。我昨天在很雾的状况下，我也好像飞起来几下，好像那个时候因为身体不会预设说。我飞离地的吓死，结果反而很顺利的就往下了，就是身体轻了一下，然后又回去了。但是现在应该又不敢了。哎呦，我看，戴帽子，戴贝雷帽怎样？是吗？对啊，今天是戴贝，你知道贝雷帽吗？知道。小画家那帽吗？有小画家吗？不是，小画家就是。你是说画家吗？这是画家啊，这卡通的画家不是小画家。你讲小画家 ，Window 也有个小画家。当然 ，Window 没有戴帽子。所以我这样确认了一下，啥？哎，这不就昨天温度计了？是啊，是啊，到了。脚都踩着呢，起来，对我自己脚也踩。我现在只是没踩。先放松一下。有弄到你吗？卡到了，可能是东货吧。应该还好吧。我的有在充电吗？看不出有没有在充啊。对，他那个灯号看不出。还是说每次下缆车就拔它一下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是没开啊，白色猎人赞助，有个柱子挡住了。
而且怎么有点雾了？是风吹吗？哎呀，看一下。啊？这都黑的。嗯，要把帽子戴起来。站在那，他硬要站那。耶，那个，那你就在换东西，他就想要倒。是他跑我后面，不是我去打他。啊。踩脚跑位。结果。起来了。哎呀，上好了，刚后脑勺被吹得好冷。你要嗯。反正逆光就直接拍的，我都看不到我拍了什么，好暗啊！算了，不理，不想调。好了，往后走吧。
啊？你说什么？你还是走前面啊？就一直往下滑就对了，对着羊蹄山，拿它当指路就可以了。走绿，走那边，右边，左边，昨天回家的路。这里可以拍，好，哎，要用你的，所以我来了，不用，好，但是，哎，这时候，你有在走道吗？没有，没风的话，这里还好吧？好，你稍微往下侧滑一点点。你往下侧滑的时候，稍微往左边一点点，这样，好好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样很好，背光就是。他们都穿一样。你说他们是一对的吗？好。啊，快点。换我。好。你不要吗？像我手机就会磨脏，磨脏，走到脏的。哦，好哈。然后说到这里，那边是。那真有完整吗？还是半截？我有点忘了，我直着拍，横着拍。一二三。
好了，随便。之后会更勤吧。看一下，我检查一下你帮我拍的。嗯，好啊。你不要跑啊，这边又拍了。我知道啊，我现在再换一只脚站。我只有用一个方向拍，我没有。以前我举着。对啊。哎呀，横的是我玩的。嗯，你要横的吗？我要我自己拍一下风景。哎、欸，我也要拍一下风景。那你长得要。你下滑就好了，你侧滑，练习侧滑。我也要拍。侧滑练习啊。你说什么？他跑了，他跑了。阿美在前面。好像这个横拍比较好。啊？你的手会冷吗？刚刚身体会冷啊。刚刚那里风很大会冷，但是这里又不会了。所以只有那里会，但是那里。拍过那个的，所以就不用了。奇怪，我那个围都是。你说什么？所以我决定戴一只手套，一只你的。没有，我建议你都脱下来了。嗯，你刚刚怎么了？我的脚整个从脚底飞到我脚踝都快跑出来了。哈，你的脚会抽起来？对啊。好恐怖哦！那你刚刚是站着不小心，还是你？我都不知道刚刚怎么了，就脚突然卡到了，然后我摔倒。哦，好，没关系。我的脚整个就飞起来了。天哪！就鞋子一脱到脚踝都快跑出来了，我就说我鞋子其实有点太大了。这样很危险哎。也没有松啊，那这样很危险呢、欸。就鞋啊，就有点怕扭到脚了。不然就我们去过季的去买，你去那，我们去店家那里热速弄个合脚的。嗯。哈。刚有点吓一跳，我也不知道我刚怎么了。可是你抽出来，你是只有右脚会抽出来，还是左脚会抽出来，还是两脚都可以抽出来？可是理论上左脚比较大呢、啊。可是理论上左脚比较大呢。我没有那个，你又不一样。哎呦，这样很恐怖哎、欸。就下去了。下去就回原地了。就再坐上去。是啊。你要跟他们讲。
可以啊，其实现在就还好，搞不好他们就在旁边也不一定。我好像刚刚一直在分心，就觉得我的口罩里好湿哦，然后在想是湿没错啊，就摔倒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就摔倒了。哎呀、啊，你要跟他们看。哎呀、啊，看我就摔一个，我脚看。我觉得你讲的这件事真的很恐怖。我以前穿的反正就有鞋子都快掉。我以为你可以靠紧的。我没事，这么多，那没事。好了，走了。对啊，船的就走了。你先啦、啊，就滑回去而已。右边。Thank you.
会，你滑的就是跟之前差不多。真的吗？我有恢复了吗？就是，而且你的速度也没有慢下去啊。因为我们这可能滑个两三下，你又会更放开了，又更习惯了。然后，突然分心了，滑雪要专心啊！你滑雪能想事情吗？我滑雪暂时的可以，那个暂时的可以怎样？可以，就是跟拍你。那个时候就是头脑只想着要对准你这样，然后身体就还好。戴帽子。那你现在本身没有做滑雪场对不对？没有吧？是大家就看。那个角度恐怕也不好做吧，从头到尾都是黑。不用太早。还是他就不能规划出一个好。可能他就变成景观专用，不要用滑雪场活动，说缆车头。而且可能那个是原住民的圣山，你可能不可以开发它。下巴，哦，下巴是动的。我的脖围，我的脖围都没有帮我遮，我刚差点就做了蠢事，就要把棒棒掉下去。套在手套上，然后我又把手套抽下来。主要是想让那个我手这个松一点，让气可以透进去。今天比较着重的是排汗。好吧，还是冷。冷归冷，但是没有冷到的时候，我要把它锁得死死的。今天风这里也还好，风不大，只有刚那个地方偶尔大一点。所以我就只有那里戴帽子，但是戴了帽子之后，那个现在额头有一点热，你就变成这种追求角度的人。没有，这只有昨天，今天还好，今天这样可以沿路滑就好，都可以练习。今天满意，开始练，恢复感觉。那我觉得搞不好我们没有机会要去买全三件，
只有我们下缆车以后的那个。还有二四组，你不让我去别的学长看？不是我不让，那你要坐公车去啊？我是跑过去啊。跑不过去啊？跑不过去吗？跑不过去啊？你是说山底没开就跑不过去？就那一个缆车没开啊，你要推过去也行啊。能够滑过来的，滑过去的就只有靠山底缆车。对啊。不然你走用推的啊，可以推过去啊。然后就没力气了。对啊，而且推了你也顶多去希尔顿那边。希尔顿是二还是四？从右往左数第三。右往，那就是二。因为你那时候说我们这边是三跟四的话，你是说他原来自己也有编号吗？没有，自己我那边在形容，如果你说花园算多少，就说四，然后我们算三。不，我的说法我都把那边当一。对啊，那边当一啊， Hilton 当一啊，这边当一啊，还是那边不是 Hilton， 那边 Hilton 左边当一，没有 Hilton 左边还有别的啊，对啊，就 Hilton 左边当一啊，讲话，从左边开始数一二三四，你要从右边开始，你的习惯是从哪边开始数？你说从哪边开始数，在哪边开始数？我每次描述我都从右边开始数。昨天我们在讲话，我倒是我跟我姐在讲。你跟你姐你是反过来数的。是你讲的，我没有号码可以数啊，一定是你有讲过。你头是忘记开啊，那保护头忘记开。对啊，我知道啊。那刀轮滑一滑就掉啦，所以你不要揣收口袋啊。没有就算了。那滑一滑就掉啦。就还是没掉啊。你就爱赌就对了。我不是爱赌。就滑一滑，就手机口袋那么多，随便收入口袋里就好。每个都有用途啊。屁啦，这个裤子不是口袋很多吗？这裤子只有两个，口袋很多的是我没有买的三万的那个。那是吊带裤，吊带的地方有三个。然后下面有两个。上厕所就是肩带要拿掉，要放下。我可能有拉链吗？还是吊带裤没做拉链的哦？不知道。嗯，我没想到这件事，幸好没买。可能看你穿在哪一层里啊，然后你还要把它放下来。吊带裤应该是不会做，中间弄个拉链很难看哦。我不知道。应该会吧？应该也是前面有裤裆有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就直接是套上去搭上去。那你腰怎么弄？没有腰啊，它是有点像围裙一样的那个两个套上去，正前面胸口还有一块布的那种吊带裤。刚刚摸过以后头很冷。就是与其说吊带裤比较像工作裤还是什么的那种造型。不知道上厕所会不方便。对你这样一讲，哦，真是好险。我们热个五次，下午再来看看要不要来这种地方。哈，你觉得呢？我们先整个上午都是热这个，然后这一趟我们就去休息。休息啊，要滑两趟而已。要休息啊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小时半，那就要休息啊。还每天才滑两趟而已，都在坐这个车坐很久。可是要救时间啊。不是身体要休息，是我们要排适当的那个空档。你忘了。就是等这一条，这条有开，那一天就可以买。我就是等这一条，然后那是山顶，
用不着最山顶的开，只要这条有开就过得去了。然后那个在这条雪道上的人应该是希尔顿过来的。哪有？那边不是有吗？那边是那边，这边是这边，你要走过去才行。走过来。你要推一阵啊。这个这种高度你觉得过得去？我不知道。都一样高，你过得去？哪是斜的？这两个高度你觉得右边比较高？右边比较高。哪有比较高？右边跟左边一样高啊。右边比较高，你滑得过去。右边绝对没有比较高。右边缆车站在那而已。对，他们在那边，他像斜的、啊。还是斜的、啊。像斜啊。好好好，那到时候坐那边，你再，我们有机会坐到那边的时候，你再看你过得去过不去。欸，不过下面这条可以，下面这条可以，下面这条我觉得。我觉得这一个有机会推的，可以推比较短，但是还是要推。这个椅子有开，我觉得有希望。我讲的是更右边那条那个站，我不知道你讲的是洞的这个。对啊，你说的是二有一点希望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它根本差不多高。回去再看啊。但是说真的，这中间几乎都是用推的吧。下午我们再做这一个，要不要？现在不要做。现在不要，现在再继续日。要让身体习惯。不会，我想把鞋子弄平前面啊，哦，我现在身体往前，对不对？身体尽量往前压鞋舌，还有就是尽量下面那只脚，你摸三下的膝盖吧，试试看吧。
对。习惯就好啊。要我跟你吗？要吗？那我也跟不到了。真的吗？那我试试看啊。啊！你会用蜡烛外侧？我会用。啊？你会用？对啊。你是说右边有收紧的感觉吗？什么收紧？你说用到是指？用到，用到。我是说哪一种力道？对啊，但是它用到的程度比昨天，昨天整天紧张之类的，今天昨天比较累吧，今天比较轻松吧。就是还是会用的。我刚刚那么滑，要用哪里的肉吧？啊？哪里的肌肉还是要多少用一下？都会用啊，只是我也搞不清楚。我现在开始是那个足弓内侧在酸。嗯。对呀。啊？要不要休息啊？还很早呢。不是，你看现在几点？现在才四点。啊？那就再滑一次休息，反正一模一样的路，为了放松，就是滑那么多天，加上可能就差不多只有在这附近，就安全为上。
哎，换。你啊、哦？我就是会用它。用就用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我没有要说什么，继续啊，下去啊。哎、欸，后面记得加速，看能不能冲到那个。我也不知道。想办法。Thank you.
交了千斤重。对啊，其实可以现在喝一点，还是怎样？嗯，现在才能把那个。其实我昨天啊，这个就一直插进那个什么缆车站的那个铁丝网格，然后一直勾到，拔不起来。太大了，但是那时候都没被勾下去，所以我现在怀疑我现在能不能把它拔下来。你要爬太远，没有。你要带着手套。拔不下来，它好像结冰了。好，我不要再弄了，因为我刚刚觉得手有点痛。我就跟你讲，应该戴着手套。哦，你说戴着手套弄？对话。啊。知不到。但是戴着手套弄，把它拔下来之后变成抓不紧，接着塞不住。好。我是等一下休息再拔吧。对啊，实在是不行。在缆车上做事。没有啊，我就想要闲着没事干、啊。哎，没了，今天的太阳用光了。哎，我们两个不会分开，就先不要开那个好了。我也没开。接到对，我也忘了开，昨天关了就把它没开了。对啊，我们俩都会在一起的话就不用。昨天是一来不熟悉，二来滑着滑着，哎，人呢？但是今天比较不会那么慌张，但是我怀疑下午就会开始。你不觉得现在好像开始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应该去一下上面，看一下風景。你说接下来看不到东西吗？对啊。好啊，那这一次就去滑去那个。其实现在好像就不行了。哦，快看不到了，已经看不到了，它也下雪了。要死了。但太阳还在，太阳还在，了不起了。好拼了这次。好，现在上去而已。啊？你回头看，羊蹄山已经要不见了，已经不见了，还好我早上有拍照。那还是说现在就是还是乖乖的去休息，往下滑，不要再往上做了。就是现在做跟休息完做感觉差不多。来，二选一，我觉得都可以。你觉得嘞？哎，那个上面搞不好有餐厅，但是我印象中啊，左边的这个雪道是 S 系列的餐厅，它都没开。哦。但是刚刚那个缆车我不知道是不是 S 系列的缆车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上面可能有个餐厅。那上去看看好了。哎呀，就看看。搞不好可以休息。但是又不喝人家的东西。休息啊。开始下雪了，然后接着一个黏着，一个黏着，你没有啊？你的有一个在下雨，他们应该早就开始滑了吧？所以才忙着没时间理你。那很好，人到了都还跑去夜滑了，应该现在不然的话就会变成每次我都在骗他们。都推不到，然后早上说很好啊，然后我说早上很好，他们出来就还是在推啊，这样，小，粉粉的，看完自己还没，还是一样，唉，好啦，那吃完就没有蓝天，当蓝天很漂亮，精进技术，精进技术。不过烧鹅山不是我们刚到第一天还是第三天，不是也是大雪吗？大雪。有没有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从啊，台风一直挣扎。你现在你就是看老天的决定，老天就还有。就今天晚上弄，还订得到两个要同时成立，故意给他严苛一点条件。条件一，王子还有这一个价钱，南馆，而且我就是要住南馆。为什么不要去馆？因为我们不要去玉长喜了，我们就是要住南馆，然后南馆又有缆车，很方便。自己在房间泡就好。啊？都可以啊。那一块旧的太高兴，所以条件一这个，条件二
那个新干线的五折票还在。不是六折吗？我后来看到有，有五折的。某一个时间，那个时间就是没有刚好接上的时间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早上，例如说8:10有一台车去志贺，那8:10的话，8点有个到的新干线，那个就满了，那个就满了，但是一定接得上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9:14也有一班，然后9点也有一个到，那个新干线的 e-ticket 的打折票也满了。但是8:43有一班，然后那一班就还有五折，就是没接上的票就有五折。那我就觉得好啊，在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慢慢的接上啊，然后又有五折。好的，哪个部位？跟上周是谁？跟烧耳山的时候一样。我没有。对了。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个中程怪怪的。你的中程？因为中程它的袖子用特殊材质，我跟你讲。你是说不保暖？这个人陷进去。我刚本来在判断说我不知道他是滑什么的，但是我看到棒棒了，所以我认为他是那个。他吐进去了。那先解，他要是能解开的话就好了。假如我是拐到的状态的话，就很难。就不救我去救你。那痛啊，也弄不起，还是等他放手。是我的话，我的第一选择是先把它解开。解不开，那个时候连按那个的力气都没了。很要命。而且我一向很少，我都是用脚去踩那个拖杆的，我都不会用手。棒棒是用身体的力气去压，你就已经坐在那个状态，就那就没有身体的重量了，对啊。我感觉我手臂还有点，身体还好，手臂还在。这个不是贵贵的吗？这个还好，会会。其实那时候买衣服都还好，贵的是外套。不要完全看，完全看不到，完全看不到了。一日数变。完全看不到了。我如果我们真的要，我在时候控看到有人在约。1月底的藏网，我不是跟你讲说，我现在后来藏网2月又约了一个吗？我不知道。原来1月30那个那一边，我有一个我原来约的，然后2月中也有一个。但是2月中买下去有 Go to Travel 吗？我就是赌它会不会延长。然后我有设闹钟，就是在。免费取消之前要去取消，而且那都是现场付的，对啊，1月30的那个我有预约成功，然后怕我会踢到你的板子，然后我们互相踢到，然后踢到我先放右脚就没事，然后接着放左脚，左脚抬不起来，好了，我好了。我今天戴帽子好像没有特别注意有没有歪一边，你好像正的啊，搞不懂。我觉得我下巴痛。Thank you.
一个小时半就该休息一次，然后下一次就是吃饭。还是先往下好了，万一上去没有的话，尿就会觉得更急了。加上我现在看到这么雾，往下好了。但是往下厕所就在那啊。啊？你说什么叫？那边问完人，他就说你拐弯下去就看到。哦，你说我们上次的吗？对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去那里好了，要不要？去那里尿。对，它没有更新，我不会给我好好完全挑哎呀下面没有门吧？没有吧？下面没有别的门吧？就是爬上又爬下，先找位置，还是先上厕所？关了，好，关。